9月14日，人气小天王魏晨带着自己的全新 mini 专辑《登峰造极》来到上海进行签售活动。现场粉丝们用心营造了一片橙色的海洋送给魏晨。除了忠实的粉丝们早早来到现场为偶像加油打气外，就连路人们都将商场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在歌迷的一片 uncle 声中，魏晨也是